真是云天青的儿子，我爹经常教我，临危不惧，救人性命。如果他在，他肯定也会这么做的。大伙都看到了吧？这俩孩子为了救我们，不畏生死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二位恩公，请受我云记一拜。受我们一拜，不用这样。我爹说了。 这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阿弥陀佛，不用，七级浮屠，反正千万别这样。哎，我说你们要是恩怨分明的话，就把那个什么逆子面具给砸了，然后呢再排一出云天河永救太平村的戏，哈。不用，哎呦，我说用你。二位恩公为了教育子弟，确实将云天青所为，在戏中有些夸大了，云公子见谅。 其实可以真的多留一晚上的，我还有好多问题没问呢。我都说了，人是要争口气的。什么口气？争口气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人要有骨气和颜面的，任何时候都要有骨气，饿死都要迎风站。而且任何时候都不能让别人毁了你的颜面，更何况妈自己爹娘呢。别难过了，咱们在这落脚生活多美啊！哇，哎。 这个就是我爹说的那个海吧？那叫巢湖，湖什么海呀？这个叫巢湖的海，好美啊！说啦，那叫湖，我傻了吧你？哎，啊！你在干嘛呢？ 钻木取火，这种东西，我这种住在青鸾峰上面的野人最熟了。这个太潮了，根本点不起来。那你不赶紧去给我找点干的来？哼，那你等我。好。剑雨下山。 树要来取，天河，云天河，别吓我！现在篝火已经弄好了，就差吃的东西了。 你有没有觉得，总有一双眼睛盯着我们？该不会是那两个妖怪吧？没有人，放心吧，都没有感受到杀气。啊！什么声音？肯定要说什么东西。虫子，还是什么声音呢？是我肚子在叫。哎，要不然。 我去巢湖里面弄两条鱼过来。噔噔，嗯，这是什么？可以吃的吗？当然啦，这个是粽子，是端午节要吃的。我顺手拿了几个。哎，你跟我说过，没有经过别人同意拿东西就叫偷盗，是不道德的。哎，偷跟拿是不一样的。 你如果是偷好人的东西，那是偷；你如果是拿坏人的东西帮助好人，那就劫富济贫。就像你爹之前说的，
人妖平等共存。但是如果遇到那种又要杀你又要抢你剑的妖怪，你觉得能共存吗？当然是不能的，必须是你死我活的。我爹？嗯，我爹呢？爹，孩儿还是跟着灵沙下山了。不过你放心，灵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，孩儿只要跟着他，是不会被坏人利用的。哦，对了，爹，孩儿今天去了你出生的村子，那村子里面的村民都说你是一个坏人，孩儿的心里面从来都没有这么难受过。但是我一定会证明给他们看的，我爹才不是坏人，我爹是一个大好人，大英雄。别说你爹了，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英雄了。要是别人敢这么编排我爹，我不得给他抓来烤了。哎，灵沙，那我们接下来去哪儿？寿阳。啊？哦，那个，我听那个村民说，有官差在寿阳找你爹，说明你爹可能去过寿阳。官差是谁？他们为什么要找我爹？官差就是给官府干活的，他们一般找的人都是那种干过什么惊天动地大事的大人物。我爹是大人物，我们去寿阳。听到什么声音吗？什么什么声音啊？赶紧收拾东西走。起来啦！没事的，这附近都没有杀气。你臭小子！臭小子！小猪妖！嗯，是你啊！嗯，我还很担心你来着呢。我告诉你，我下山是为了给我爹报仇。还有，这个女的。这个人族的女人不是好人，她有问题。你眼睛有问题吧？谁不是好人了？哼，我告诉你，我昨天都看见了。你昨天晚上的时候用符砖变了一只鸟飞走了，这是修仙人传信的法术。臭小子，他肯定跟害死我爹的仙人是一伙的，所以我担心你。我在这守了一晚上。动动你的猪脑子！我要害的还用等到现在？谁知道你是不是打着剑的主意？那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用符砖传信？我是要陪天河去寿阳了解他爹的事情，那我在寿阳不是有朋友吗？说不定能让朋友帮上忙呢。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想让你的朋友去打听我爹和这把剑的消息。是这个意思。放心吧，小猪妖，我给你保证，就算全天下所有人都想夺这把剑，灵沙他都不会的。并非修仙之人，交出剑可以不杀。哼，笑话，昨天那个女妖怪都快被打成一条死鱼了，我还会怕你？正好猎了这头老虎怪烤着吃。只有妖吃人，头一次听说人吃妖，我
懂你这句话，死了不冤。天河，射箭。善妖，他是我的好朋友。小猪妖，快走啊！我要跟我爹报仇。孽畜，说，为何多见？凤行，放开凤行，不然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今日死无葬身之地的，怕是你们。你站着等我。他们一个妖兽，一个剑仙，这是仙乃大尼，怕我去干什么？咱们赶紧走。你赶紧找地方躲起来。他救过我，我怎能不义？我要去帮忙。你是不是傻呀？妖畜，还不快束手就擒！你们休要伤害文瑶！放心。天河，林少，你没事吧？灵莎，感觉你跟我在一起总是受伤，也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草药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去给你找草药啊。我是说你身后那个冰块里。哎哎，闪开。哎，他让你闪开你就闪开，那万一他是坏人呢？哎，我这……啊，好了。这招好厉害！
我就跟你说了，林莎，他是个好人。行不行吧？谢谢你啊。谢谢啊，小前辈。你不是一直叫他英俊剑侠吗？怎么现在叫他小前辈了？那论剑法他是前辈，那万一他要是比我小，那就叫个小前辈好了。愚蠢。你才愚蠢呢。哎，小前辈，你不是想看剑吗？来，我给你看。别给他看。原来空山异动与此剑有关。看他眉头紧锁的样子，定然是想要望舒剑。完了完了，他那么厉害，望舒剑到他手里，我怎么拿得回来啊？你们俩怎么了？怎么这眉头都拧到一块去了？你佩戴此剑是否畏寒怕冷？没有啊，我从来都没有觉得冷。此人未经修炼，为何体内灵力如此强大？哎，小前辈，你的剑术那么厉害，能不能教我几招？哎，你干什么呀？我没事。你这又是干什么？此乃琼华，检测灵力修为的法阵。检测灵力。那我试一下。哇，这个光圈好漂亮啊！灵力修为分七境，你虽未曾修炼过，但修为已达第一层凤初境。那是不是说明我还是有点天赋的？嗯，厉害！我试试。我的光圈怎么这么乱啊？看得我眼睛都花了。难不成是这野人太顽劣，所以这个光圈也很调皮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是不是没有天赋？你这个冰块脸，每次你问我们问题，我们都回答你的，怎么我们以为你已经不理我们？法阵无法检测出他的灵力修为，我自入琼华，从未见过如此，待我问清楚再告知于你。不知道就不知道，我们还装高深呢。走了，我们去吃好吃的。等等，小前辈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哎，你应该饿了吧？要不这样，我拿我的望舒剑去给你戳几只野兔子烤了吃。望舒剑？你怎么用望舒剑做这等污秽之事？哎，你们叫他望舒，但是呢，天河告诉他他叫什么？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，叫这世间。够了！凶什么凶啊？那谁的剑谁起名嘛？你别以为你的剑能飞，就比天河的剑高贵多少。那剑的好坏在于持剑者的心。哈，我严重怀疑你别有用心哦。你那个，什么意思啊？被我说中心虚了吧？还瞪我？他瞪我？哼！我现在就觉得你跟那群妖怪一定是一伙的，对这把剑都别有企图。林莎，啊，什么意思？你这个闭眼什么意思呢？还瞪！终于走了，赶紧走吧，省得他又追来了。干什么？林莎，我爹和我说，女人都是温婉柔弱的，你刚刚那个样子不太像个女人啊。别以为只有你有爹啊，我爹也说过的，女儿就该跟男子一样勇敢坚毅。嗯，林莎，你也有爹？你怎么没有跟我说过你爹是什么样子的？你爹是什么样的？你跟我说说。要你管？不是，你给我讲一讲啊。我不讲。林莎，你爹他到底什么样子的呀？何人竟敢如此无礼？玉南王，你在这墓里也被困了一千年了，不闷吗？我来和你谈笔生意。这千余年敢来这里来找我做生意的，还只有你一个。
何种生意？我让你重见天日，你帮我祸害人间，如何呀？那我得先看看你是否有本事让本王出去。我若连这点本事都没有，怎会来此呢？你元气未聚，不如先借你的邪气，把这八公山的生灵侵染一番，如何呀？寿阳城要乱，女罗岩要乱了。办事不利，奉献他。如果有这么容易，我们又何苦再等十九年？风邪之死，也怪我太轻敌了。快起来吧。我触碰了那柄剑，没想到会变成这样。带剑之人，果然是个高手。不，他是个毫无修为的野小子。风邪是被琼华派的弟子所杀。那就更有意思了。这是风邪的紫金石，大人，文瑶有一事相求。紫金内，风邪留了一丝元神，我想留下它。我知道你和风邪的情谊，当然可以。风邪若不是为了那一个无用的情字，怎会枉送性命？文瑶之策，文瑶不该身亡离世。若想保留风邪元神，待到事成之后吧。这个死冰块脸弄得我总感觉他会跟着我们。其实你没有必要非要气走小前辈的，他是个好人。你就是有些缺心眼，你也不想想，他一个剑术那么高强的人，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们呢？那肯定是因为你这把剑了。这个就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我爹跟我说过，这剑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人。你说，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费尽心思的想要抢这把剑？假如，我是说假如，你这把剑要是被人拿走了，你会怎么样？那我肯定抢回来。这可是我爹留给我的剑，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除非你有危险。如果要我拿这把剑和你的命选的话，我选择你。有杀气？不是杀气，是妖气，但是妖气里面没有杀气。先走。扶桑之地，西极月皇，死神三气，别清老光。哎，没办法。你干什么？我是让你不要砍他们，他们没有杀气，不会伤人的。我说你是不是属鸟的，一直飞来飞去的，飞就飞也就算了，还在后面吓唬我们。哎，别，你让我试试，你给我一个机会。
乖，快回去吧。你们看，他们不是想伤害我们，而是怕我们会伤害他们。你看，没事了。你尽可与草木通灵。通灵？哦，大概是我在山上待的时间久。我爹说了，万物皆有灵，当以心见心，所以我可以很用心地感受到草和木的感受。啊，你不用担心，他们是不会伤害我们的。他究竟是何修为，竟达到通灵万物的境界？啊，又在琢磨什么东西呢？我跟你说啊，在这种野地方，野人比你厉害，你赶紧走。哎，等等！哎，灵莎，你看他那个腰牌的样子，有点眼熟。腰牌？你看看。可是那些修仙道士的腰牌不都长这样？可他腰牌上的图案和我石头上面的花纹一模一样。啊，真一样！你怎会有这块藻玉？藻玉，这是我娘的石头。我娘叫苏玉，我爹叫云天青。云天青。我绝不允许像云天青这种欺师灭祖的叛徒出现。小前辈，你知道我这块石头叫藻玉，那你是不是认识我爹娘？他们是不是去过你那个门派啊？若非亲历，皆为不知，莫再问。啊！这个死冰块脸，不就是臭显摆自己会飞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觉得他肯定知道我爹娘的事。我们先去圣阳打听清楚，大不了我陪你上昆虚清华。好，我们先去问你朋友，看他认不认识这把剑。嗯。哎，这边。哦。好多人，好多房子呀！哎呀，这个就是城池跟村子的区别嘛。啊，你说这城里面这么多人，哪认得过来吗？世间有很多人，有缘才会相识的。现在你去客栈吃点好的吧。嗯，客栈是什么？客栈就是那种要花钱才能休息跟睡觉的地方。哎，我们先干正事，先去找你朋友。哎，哎呦！你怎么回事啊？不小心 啊！等等，有杀气！哎，是不是有杀气啊？啊，怎么了？你倒是说呀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拿好了啊，小心点啊！这是什么水啊，灵莎？好香啊！哎，这不是水，它就看着像水，这是酒。酒闻起来比百草银杏珠还香。哎，你不会是个酒鬼吧？这什么东西还能让人变成鬼呢？很恐怖的，喝完它就是会头晕目眩，然后会胡说八道的，然后你很容易做出什么不肯挽回的祸事。它不是把人变成疯子，就是变成傻子，不是好东西。你喝过？喝是喝过，难喝的要死。原来这酒不是好东西。嗯。可是它真的好香。我看你呀，真是有做酒鬼的潜质。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这个东西啊，还是少碰为好啊。别看了。哎。
要不先吃吧，口水都要出来了。我们还是等你朋友忙完了他的事情，我们和他一起吃吧。吃不是你的头等大事啊。哎，现在弄清楚这把剑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。而且你不是说了吗，受人恩惠就要还回去，所以我想好了，到时候我请你朋友吃饭去。哎，不过我好像没有钱呢。要不然我用我的剑换你的钱。野人，你可真傻。啊，我又说错话了？没有，这是夸你呢。那你就在这儿等着，我去找我朋友，你别动啊，就在这儿。好。嗯，你放心吧，我就站在这儿一动不动等你回来啊。最好是。傻野人，等我回来带走你的剑，你可能再也不会理我了。哎，公子，来两块豆腐。看着不错啊。这常言道，寿阳有三庙：八公山白豆腐、女罗岩香草、柳千金才貌。就你这小吃，能跟柳千金比？哎，这千金才貌难得一见，我这豆腐这可是现成的呀。哈哈，倒是。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啊，挡着路了啊！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挡着路了。嗯。哎，你这人怎么处在路中间呢？你让开，让开，让让开，让让让，躲开，让让啊！别挡路，挡路，让一下，让开，起开。我已经把云天青的儿子还有剑都带到寿阳了。谷主，你还记得一年前的约定吧？东西呢？剑到再给你。剑就在下个街口，你去拿吧。我就不去了，我怕。怕他恨你。不关你的事，你赶紧去拿剑吧，不然那个冰块脸的清华弟子又追过来了。慕容子英。你认识他？啊，小前辈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。别站路中央，跟我走。不行，我答应了灵莎要站在这儿不能动的。一碗豆腐。好嘞。来，您的豆腐。我是真答应了林莎要站在那儿等他的。我们俩人都说好了，等我们见到了林莎在寿阳的朋友，我们就一起上昆虚来着。望说寒气恐吓伤人，我临时打了这柄剑鞘，你拿好，切莫丢失。小前辈，那个灵莎呀，你千万不要怪她，她脾气就是那样。虽然她出口是有一点，但是她最喜欢的就是剑仙了。此剑不可染尘，每日早晚擦拭两遍。若你没擦，我也能感知到。啊，好啊，我可以擦剑，但是。你也得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我爹娘之前是不是在你们那个琼华派修炼呀？既然你已经决定去昆虚山，就自探究竟吧，何必再问我？啊，不愧是修仙人士，视钱财如粪土。小前辈，小前辈，小前辈，你看你又救我性命，还请我吃东西。又送我剑鞘，你也算是我朋友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哎，你认识那个琼华弟子？不是，你们为什么非要那把剑呢？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不问了不问了。那个，你能不能只拿剑不伤害天河？
里面什么情况啊？好。老板，哎，银子放桌上了。哎，好嘞。你看看这上面写的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难度也太大了，看看这东西。哎，你看看啊，是个江洋大盗啊。哎，这女盗还挺好看的。是啊。干嘛？你谁呀？这什么人？这张画好像灵沙呀，我要拿给他看看。干什么去？哎，郑少侠，你接了告示，可见过这画上之人？当然，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。那你可知他身在何处？他一会儿就回来了。这位少侠，你在此等候，我片刻就回。你报官有功，官府必有重赏。全都是你。